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进化。我是老头 Old Man， 差点被自己的痰给噎到。好，今天呢，老头呢又回来了这个普利亚模组哦。那你们说，奇怪，老头你不是把你的方舟给砍了吗？怎么普利亚还在？老头呢就是稍微，我们外面是不是有人东西被攻击了？没关系，他好像把他杀掉了。老头呢就是砍了方舟没有错，但是呢，老头。好像有找到类似就是之前早期备份的这个记录档，想说姑且一试看看好了，结果一试，哎呦，没问题哦，这个记录档有把它追溯回来哦，但是不知道这个记录档是不是最新的，我就不晓得了。但是一看到我们就是怎么讲，依照我们看到这些恐龙抓的数量这么多只哦，我觉得应该算是蛮新，算是蛮很前面的啦，蛮前面的这个记录档啦。好不好？看我们连这个十巨人都抓到了，然后还有我们这个超屌恐龙、超屌霸王龙、超屌牛龙啊、都入手了。所以说呢，我觉得应该是算是还蛮前面的记录档，不是，应该要讲蛮后面的记录档。我觉得应该是蛮后面的记录档。为什么会回来？其实非常简单嘛，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会回头拍模组啊。最主要的原因一定就是它有更新。没有错，它有更新了大概一些新的生物吧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去看一下，说这些生物呢到底长什么样子。那你不要过于期待说这个可以长长久久哦，因为模组更新速度绝对远远比不上老头出片的速度，所以说呢，这个东西可能拍到一半就要暂时被腰斩，换别的模组来玩了，就这么简单啊。顺便跟各位讲一下。老头呢，最近呢会开始直播方舟，但是这个方舟呢是不会再装任何的模组哦，应该就是说从最以前的基本开始啦，然后呢慢慢的成长茁壮之后呢，再考虑装一些有趣的模组，比如说建筑外观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哦，不局限于恐龙这样子。之前先前两三天，如果我关注老头频道，应该是有看到老头在 YouTube 做个直播测试。那么呢，之后呢，测试成功了，老头呢会转战到 NoNo Life 大家应该知道，老头现在最近在 NoNo Life， 哇塞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大家应该都知道，老头最近在 NoNo Life 进行直播吧？如果不知道 NoNo Life 是什么的话呢，去点我的 YouTube 首页，或者是自己在你的手机 APP 它是一个手机 APP 软体，我忘记讲了手机 APP 软体，然后记得去下载，下载之后输入这个 ID 你就可以找得到老头，然后记得一个追随，感谢我们呢每周会有五天的直播时间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这五天的时间都会在 NoNo Life， 而且是晚上七点到十点，晚上七点到十点晚上七点到十点。好了，我们工商完毕，我们接下来呢，好，工商完了，耶、yeah! ，我们可以去探险了，找一下我们这个探索新事物这只是我们之前的嘛，这只也在前面那只很屌的这一只也在，哇，下雨了，然后呢，这一只大地之龙，干好吵哦 ，Oh my god， 这大地之龙有点吵，我们赶快跑，我们赶快跑，哇塞！这只是虾米鬼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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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除了前面那只大地之龙之外，这个大地之龙我们不要理它，我们之前抓过了。然后除了那只之外，哇靠，这一只是什么情形？这个暴人，暴人走开哦！来，哇，哇，哇！哇哇哇哇哇！等等，我们那一只是不是死了 ？No， 我本来要抓他的，这附近还有没有啊？啊，这什么牛魔王是不是？我靠，牛人哥布林，这不是重点啊！那一只嘞？我真的觉得这个大地之龙真的很吵。还有没有类似的啊？我们再看有没有办法把它刷出来好了。感觉好像刷不太出来他居然把我要抓的给打死了！天哪！可恶，我反应不及，太慢了。好吧，老头已经尽力了哦。就是
努力的找也找不到他刷新的点在哪里哦。反正我们觉得我们还有机会再遇到他吧。好，不过呢，在遇到他之前呢，老罗先看到这两只哈，这两只我不知道，我的望远镜怎么不见了？我要看的说啊，算了，没有望远镜，这样应该也看得到了。哦，就是说老头不知道这以前有没有抓过，但是怎么感觉好像曾经有抓过，又好像没抓过的样子。啊，不管了，总而言之呢，我们就先带一只回去。啊，算了，以防万一，这只也把它射晕好了。啊，因为讲真的，老头装了太多模组了，很多东西都长得其实挺像的。哎呦，打到了，打到了。所以说呢，其实这一只有没有我也不晓得，反正就抓起来看看吧，好不好？什么声音？该不会是这只打呼的声音吧？真的，这好像是花豹吧？这家伙根本是个花豹吧？他打呼他吃肉吗？大腿肉，站起来！好，站起来，站起来了！哎呦，还有感觉很凶哎，可以直接起。他可以直接起，可是负重了，尴尬了。我看一下，哦，我们负重1400，他464，难怪撑不住。我们等一下，我们要看到他去猎杀其他生物的时候，那个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啊。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，好，是怎样的一个猎杀方式。有了，开始了。我的速度跟迅猛龙差不多，而且很奇怪，为什么我坐是斜的？我的坐骑是斜的。然后一样可以跳，左键攻击，右键爪击，西键。哦，这根本就是美洲豹的叫声啊！抓死你！为什么我会受伤？哦，这个会有反伤的效果、哦。我好吵哦！叫。好吵哦！被咬到也叫成这个样子，可以不要那么吵吗？哎，这个是暴龙吧？猎豹，你看这脸是那种剑齿虎黑豹，可是脸有点消瘦，一个综合体的一个概念，好不好？原来这只应该是不是曾经抓过，这只应该是新的，把它带回家好了，吵死了的。我们继续找，我们继续找，哇！这好像那个，这个不根本就是《魔物猎人》里面那一只嘛？那个不是大凶豺龙，大凶恶龙啊！《魔物猎人》大凶恶龙就在这里出现，然后前面怎么会有一只很像蜘蛛又像螃蟹的东西 ？Oh my gosh！Oh my god！ 哇，他的屁股是一只霸王龙的头骨！抓了抓了抓了，大凶豺龙！哇塞！居然可以在这游戏里面，哇哇，驯服大凶豺龙！Oh my god！ 他吃什么？应该也是这个吧？是像点，是像点，咬死他！有！哦，还有蚂蚁，还有蚂蚁，这个蚂蚁烦死人了！大凶豺龙！可是还要安。哇，我们有办法装到这个鞍吗 ？HELO， 有有我可以自己在现场做吗 ？HE， 没有，感觉好像要工作台哦。对，感觉要工作台，算了，我们先把它带回家，等一下再把玩。我要去抓另外刚刚那边一只哦，那只超屌的，我、哦、差点没有传走。他连阿根廷都传走，笑死！来来来，刚刚那只，我觉得真的挺屌的，不知道有没有活着？我看一下在哪里，我看他跑去哪里了，他会去哪？还是说他死掉了？我觉得没理由，那只感觉就很强大，那一只感觉就很强大的生物会就这样挂了，我觉得不太相信，会不会在这里面？没有。如果他在这里，他可能就造成大肆虐了吧？等一下，该不会他真的被咬死了？有没有这可能？啊，找到，找到了！他在跟镰刀龙打、啊。你自己看，全身是骨头，我靠，一堆，
哎呦，看到，看这也太好笑了吧 ！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这个实在太有趣了，这个模组我喜欢，这个实在太有趣了。来，我看可不可以直接把它射晕，先把下面那只射晕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你了，可以，非常好。谁靠近我啊？靠近我的都得死啊！哇，你看，这根本就是，哇，哇，怎么感觉不能抓的样子？干什么东西？走开！你不要在那边跟我唧唧歪歪。好，怎么办？他不能用这样抓的方式啊！该生物只能在被清醒时喂养。好，我懂了。怎么办？那可是这只已经晕成这个样子了。好吧，先把他弄死，好不好？我们去别的地方找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这边就找到一只了哦。来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家伙到底是要用什么吃啊？就是他好像只能靠近喂食，但是我要冒着被烤死的风险去跟他一般见识，这什么一个神奇的逻辑？你只能趁他攻击别人的时候去喂他吗？而且他到底吃什么？我现在唯一觉得能够的就是大腿肉吧。好，我们让我们拿阿根廷过去吸引他，吸引他的注意。靠近喂食，来啊，单挑啊！靠近喂食个屁！靠近喂食个屁！我要被打死了！靠近喂食个屁 ！Oh my god！ 强训你！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啊，先强训再说！哇，吓死人了！哇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被喂死啊！反正总而言之呢，先强训了。要求哦，哎，你看他这个，仔细看一下内部，他后面被衔接看上了一只这个霸王龙的头骨，然后前面两只，啊，我们来用飞起来的方式看好了。前面的两只貌似是雷龙的头颅，上面那两只啊，然后是牛龙，哎，这只做的好酷哦，我好喜欢哦。然后那霸王龙的头，啊，我们直接骑上去了，哇塞！死给！哎呦呀！哎呦呀！哇，这只我喜欢，这只我喜欢。我们要叫它什么名字？你看，我感觉这只暴龙一直在看我。哎呦，哎呦！两只啊，攻击模式一模一样，然后一样按住可以大跳跃。哇塞！行，这个是 C 键 ，C 键是干嘛？没什么干嘛。Ctrl 是干嘛？欸，为什么 Ctrl 是旋转啊？我刚刚 Ctrl 要自己在原地旋转那一次，一个范围攻击，哦，全方位攻击。你以为你是死神是不是 ？Overwatch 死神 ，die die die 那种感觉吗？然后 C 键我还没试过，我看一下。哎，它这个这只的功能键还蛮多的，欸，就只是一个挑衅的动作而已。AK 键，这家伙能够做动作的这个招式也太多了吧 ？AK 键是很少哎，利剑就没了，利剑好像是一些指令之类的。R 键、F 键、F 键开包包啦，啊 ，F 键是开包包，哇，超屌的哎。哎，哦，我肚子饿了，我现在发现我肚子饿了。等我一下啊，吃东西。好的，我们看一下，我记得螃蟹有一招是可以把它抓起。哦，有吗？抓到手上吗？哎，有哎，右边，哎，抓两只，抛飞是哪一个？没有抛飞键。再一次，我记得有一招抛飞啊。是什么东西？兔兔，把兔兔抓起来，啊，被压死了。右键，哎呦呀，C 键，啊，
C 键是丢 ，C 键是丢，有趣了，按住。喂，阿龟表示 No, I hate you， 不知。哦 ，safe， 好玩好玩，这个好玩，来来来，我们先把它带回家了。我们还有一只没有玩到的，真的是，哎、欸，这好玩呢、欸。哦，这一只它原有的模组应该是那个大巨蜥、古巨蜥啊，这个应该是可以爬墙。哦，不行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魔物猎人呢？魔物猎人世界里面的、欸，啊，哪时候要做明灯笼啊？这个做这制作团队那么强，明灯笼应该算不了什么吧？对不对？哎呦，差点那个右键，他的右键在干嘛、啊？仰天嘲笑，哎、欸，这让我想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差不多这么大。一得谁嘿嘿嘿耶，谁嘿嘿啊谁 ？What's going on？ C 键。C 键是什么 ？C 键没功能 ，X 键装逼。哎、欸，这只就只是外形啊，没有多余的功能，也没有麻痹功能。C 键，哦，哦，麻痹，麻痹。哦，轻轻咬击 C 键，轻轻咬击有麻痹功能，水哦。可以让敌人暂时的被麻痹，这样子，好吧，算了，我要走了。这我们大凶恶龙，哎、欸，对，没错，大凶恶龙好像是吧？一个是大凶财，一个是大凶恶啊、哦，这是大凶恶，来吧来吧，坐着出一个大凶财龙，快点，好不好？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可以凑一对了，死给。好啦，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、哦。那一样呢，这个系列如果有新恐龙，一样会继续下去。那么不要忘记了啊、哦，老头呢近期内会在那个 NONO LIFE 直播方舟啊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赶快下载 APP， 然后呢以及追随老头啊。那如果喜欢我片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玄幻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布里亚魔族再见面啦，拜拜。